知道了。他，我在想他刚竟然会自己关机，我又按了一下，他又出现，所以我猜他是路盲。我有点想尿尿。有时间呢、啊？我们快进来。有时间也有电池啊！你刚刚是说这个意思吗？不是，刚刚是你现在时间22秒才刚开始。但是他刚刚也没声音嘞。他现在电说很少很少。嗯。你要拔一下吗？搞不清楚。那我的呢？你的的哔哔，我觉得是。满了吗？你要看后面啊？看不到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对了，应该是满。那你要看后面啊？对，关机了。好，那要来换哦。那就来换了。我想去上厕所。那要去哪边上？不知道。那我们就横仓继续滑。但是这个好平哦，你要小心啊，间接放。抓不住。这几只啊，红色第二格，红色第二格是好的卡，红色第二格是好的卡。第二格被我涂成黑色，红色的卡有两张，第二个字被我涂黑了。那红色第一格好像是不好的卡。换一个小的好了。我猜我的也满了。要整个拆下来，先让它充电。先暂停。还在录？对啊。既然还在录，就没有满啊。那它刚是没电吧？好，那现在它还可以撑，边充边录。好，那我们出发了。从右。从右边了。从右边啊，其实前面也可以，顶一下。那我不小心就冲到里面去怎么办？不会啊，还。
个大山。大山要走左边还是右边呢？两个好像都一样。右边有人推往左，那走左边。走右边应该比较陡，因为走左边他说是林间，大声的林间，我猜太平了，所以咖啡是不是？不要，一天一个咖啡就好了。30而已。哈？30而已。算了，已经来这了。不会啊，在这里，不要往上走欸，不然再坐一次缆车啊。哎呀哎呀，这里应该有厕所。是好跳，啊、好跳，你好我不知道啊，前面又要加速了。缆车在哪？奇怪了，在右边吗？还是在二楼？怎么看都很奇怪、啊。二楼。奇怪，缆车在哪？
刚刚都看了一下大声之壁，好像没什么。我停了没？停了吧？我要停。